好了 ，Let's go。你做咩啊？啊？流口水。嗱，发到体现啦，跟住仲有啲咩？啊？有冇啲咩安排啊？诶，而家食个豆腐花先啦。Go go go go。哇！真系好似神心先行上去，好攰啊！行得。哇！真系好攰啊！上楼梯。星哥，你带我行小士林啊？系啊，跟住睇下，有嘢睇啊，有靓嘢睇啊！第一次来香港行山啊，你哋有冇过嚟体验过啊？行咗十分钟啦，仲未行到啊？梗系啦，靓嘢慢慢行啦。山啊，好多朋友。凤凰山，凤凰山。哇，行咗十五分钟嘅山路，见到咁靓个景，值得，值得，值得。跟住到边度啊？心经简林啊，心经简林啊，念下经咁你就心心舒畅，开开心心，平平安安，冚家幸福。再嚟，好啊，行咗十五分钟嘅山路嚟到呢度，点评啊？点评啊？哇，呢度梗系正啦，心经简林啊，如果念一念啲经啊，不得了啊，观自在菩萨恒心不般若啊！来香港啦，朋友们，记得要来呢度打卡啊！念啊呢度啊，念啊，念。啊！点解每棵树上面都有啲数字喺度噶？哇！你讲起上嚟就犀利啦！吓、啊，好恐怖噶！就系、是、其实咧，就是、香港嘅渔农处咧，就登记每一棵树嘅。哦，因为咁样品种啊，或者位置啊，或者健康情况噶。我仲要有啲咩故事听下添、啊。天坛大伯就来试下呢间德记山水豆腐花，豆腐花，哦，美女，